Hello， 翻嚟第四节国立大台嘅时间啦。今日咧就系因为我今个礼拜比较懒，系因为比较忙，系冇睇戏嘅，但系挂住打机同排戏，所以咧今日我系讲 game 嘅。嗱，好似老板咁，竟然讲 game， 系啊，收下我件衫。讲咩 game 咧？就系因为小英 game， 终于讲咗咁耐，终于出啦。因為佢係我睇翻咧，因為佢係好成日喺 Facebook feed 廣告俾我，叫我預約嘅。跟住我預約，跟住我預約咗勁耐，佢都係未出咯只 game。跟住係我睇翻佢嗰個官方網頁，佢第一條片去宣傳呢只 game 嘅時候，已經係舊年五月嘅事啊！即係佢已經係宣傳咗差唔多一年半嘅時間。係啊，講唔係鹹 game 啊！呢個係我哋童年回憶，直播打機而家係咪？抽蛋，大家最知係抽蛋。唔係，我有會講下佢係點樣玩嘅，因為作為 fans， 即係結論講起咧，作為 fans 咧係開心嘅。即係玩呢啲 game， 咁但係係即係上網啲人就話電子盲盒咯，佢係好單純嘅遊戲咯，即係為咗去收集嗰啲小英嘅東西咯，叫做我哋睇下 trailer 先。見佢畫風係靚嘅，同埋佢啲動畫都流暢嘅，即係冇嘴 Hello Kitty 嚟啫。佢有嘴嘅，有嘴嘅，有嘴嘅，佢比較淺色啲嘅。小學生冇搽唇膏，小學生冇搽唇。佢係靚嘅，同埋佢係因為佢係個劇情其實係跟漫動畫嘅，但係佢係唔係用翻動畫嘅，即係你會認為佢嗰啲 game 嗰啲畫面會用翻動畫嘅畫面啦，咁佢其實全部 CG 都做過曬嘅，係啊，我花咗幾多？我暫時花咗200蚊啫，係啊，即係100蚊係開通 VIP 嘅，同埋100蚊好似唔知做咩咯，我都唔記得咗，總之我係花咗16蚊嘅啫，暫時啊，暫時係啊。有小狼嘅，但係係要首充，好似首充嗰陣時送噶，係啊係啊，佢通常都係如果你免費抽係會抽呢個小英多嘅，係啊，咁但係其他嗰啲譬如雪兔啊、姿勢啊同埋小狼係要充錢先係可以要課金先可以送咯，係啊，我哋入 game 畫面睇下，因為其實咧大家都好多喺討論區喺度講話等咗咁耐，佢話希望唔好失望啦。咁我初初開只 game 嘅時候，重科到 server 第一名，我本身係前日玩仲係 server 第150几名嘅，跟住而家已經唔知跌到睇下而家先，我都唔記得咗。而家我已經跌到唔記得邊度睇，我都唔記得。琴晚睇我已經跌到200几名咯。係啦，咁我就花咗100蚊開通 VIP 嘅。咁佢 VIP 有乜嘢咧？就係有小狼送啦，同埋有套青蛙裝送嘅。咁佢一開波咧，點解我會有少少驚失望咧？係因為一開波佢就不停叫你起呢個舞台咯。嗱，而家我已經起到第10层啦，你右邊睇唔睇到？係啊，佢就一開波就叫你起第1层咯。好得犀利。係啊，佢呢啲叫小小英嘅，咁你抽盲盒咧就係會抽呢個小小英，咁咧呢個你起呢個舞台同埋抽呢啲小小英咧就可以加成你嘅戰鬥力，因為其實佢有劇情有打鬥嘅，真係用古龍。佢呢啲係貨你真係打鬥嗰時候加嗰個你嘅生命值啦，你個戰鬥力啦，你個防護力啦，係啊，所有呢啲嘢佢叫你做嗰啲嘢全部都係加嘅，咁你其實係無聊戇鳩，你跟住佢。右下角嗰個咧建造呢個童話舞台，咁你撳落去咧，佢就不停咁起嘢嘅咋，跟住佢一開波就係不停叫你起舞台，我心諗
嚇，唔係淨係成個 game 就係抽，即係起舞台，跟住擺咗小英落去啊嘛。但係好彩唔係，咁佢之後有其他嘢玩嘅，即係佢有劇情啦，有啲換衫啦，真係有換裝 game 嘅，因為小英實在太多衫啦。係唔係大陸廠啊？佢台灣、澳門、香港係有個台灣嘅代理嘅，就係、是、報夢者工作室嘅。咁但係再揾翻咧，其實係青瓷遊戲做嘅。大陸 game 咩？好嘢啦，起碼多三個力。我其實仲諗緊，我本身係諗住都科噶啦。其實女人淺下而揾係啊，呢啲 fans 焗科噶啦，其實。即你玩得呢啲 game 都係 fans 個科，但係如果你真係對小英唔係好熟，其實都可以玩嘅，因為佢劇情 exactly 係同漫畫一樣，只不過佢同動畫一樣，但係個畫風係現代一啲咯，即係唔係以前嗰個九十年代、2000年代嗰個畫風咯，係靚好多嘅。我哋一間可以睇下。咁佢起呢啲小小英嚟做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增加戰鬥力啦，同埋佢不停咁逼你買家私咯。係啦，都係增加戰鬥力嘅。係啦，就係買呢堆家私咯。即係佢做嗰啲任務咧，你唔做嗰個任務咧，你係去唔到下一關嘅。即係我喺度買緊家私嘅時候，我想打劇情係唔得嘅。即係你一定要喂你要買夠70個家私，我而家咪80個家私嘅，77個家私嘅。佢一定要你買夠77個家私，佢今次個任務係77個家私，你就要買夠，跟住先可以去下一個遊戲個項目咯。跟住你唔可以立亂，你可以回顧。但你不可以，喂，我想打了劇情先抽盲盒，不行的。即是他慢慢做個抽盲盒可以隨時抽，但是你譬如起舞台，我起完了，拿了東西了。即是多數的遊戲是這樣，限制的。是啦，現在他就叫你通關生活日記，那你就要先玩了日記，然後下一關才可以玩劇情。即是 prerequisite， 我不知道，這個很合理的。這個合理的，你覺得？現在的遊戲是這樣的。現在的遊戲是這樣的。我是思議緊，為什麼我是會想科不科金呢？是因為小英那套即是Kia卡未完啦，但是他現在還在玩緊古樂卡，咁是有限的嘛，即是他的劇情是有限啦，他的衫是有限啦，即是我fans向他不是用回動畫那些衫，我未必會抽的。是啊，咁但係即係你佢實有嘅係嘛，官衫、官服、官服，佢而家送添㗎啦，係嘛？嗰啲小你官服咪呢啲咯，官服咪呢啲咯，呢套衫嘅係啊。咁但係如果你官服出曬，咁你clan 畫的官服是這麼多就這麼多的了嘛，即除了 Kia 卡之後它會出，但 Kia 卡都會完的，那你就看到如果儲齊了就看到個頂了，它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即它可能版權過了，可能刪 game 都未必都不頂的，說真的。是啊，上集問抽東西很多筆啊，我又沒有啊，他們說閃退那些，上集問抽東西會抽到好成績的，是嗎？我們試試國立抽看國立會不會再好一點，下次呢台長就會國立抽，不是集問抽這樣。是啊，跟住其實要給少少耐性的，因為他是起到一個程度跟住才會叫你玩劇情的，那他現在就叫我玩生活日記啦，那不如我們看看個劇情先。咁劇情咧，我初初咧當佢卡通咁睇嘅，佢係有中文同埋日文配音，中文即係普通話啦。咁我就睇翻日文啦。咁跟住我發現咧，我好本身頭一二幾章咧都好有心機睇嘅，跟住去到第七章咧就冇咗配音啦。點解嘅？佢個即係點會咁得意做到冇錢啊？做到呢度就唔知道啊！佢個對白本身係你係聽得出係唔同噶嘛？即係對白佢有配音日文配音，跟住後屘去到第七章之後就嗰啲咧，我知道就冇咗啦，等於係啊，同埋佢個配音係得小英啦、小英啦、姿勢同基佬仔嘅啫。咁奇啊！係咪未解曬鎖，所以未？唔係，佢應該買嗰個聲，即係請嗰個日本聲優，淨係請咗呢三個。做咗三，係啦，同埋仲係做。唔係呢樣我都 OK 嘅，即係你其他啲角色唔出現得多，你咪得字我 OK 嘅。但係我唔知點解去到第七章就變咗唔係佢冇再配落去咯，冇錢做，奇怪咯咁樣。係啦，我覺得呢個怪。跟住咪就即係你寧願全部都冇，我冇呢個 expect 啊嘛。你不會有些有些沒有，這樣很奇怪咯。所以我看到為什麼會沒有了，我初初以為自己夾得太快，就是個飛的劇情夾得太快，然後cut了它的聲音變成這樣，然後看看不是的，它真的沒有的，這樣是的。這個就是第一個劇情，它真的 exactly 跟卡通一樣的。
其实佢画面都靓，啲衫都着得靓嘅。系啦，呢度系好明显系好似卡通一样。咁初初咧，其实剧情佢嗰啲打嗰啲怪咧，即系收复嗰啲古乐卡 ，sorry， 收复嗰啲古乐卡系好容易嘅。跟住我就开始心谂扑街啦，系咪真系咁简单嘅？直头呢啲系自动，你揿自动打斗咧都过到嘅。但系后屘出咗只 game 咧，长按 skip， 如果真就咁打機嘅人係會 skip 嘅，咁但係我會想睇翻。即係睇劇情。係啊，我會想睇翻，雖然我知道劇情，我甚至知道佢打咩卡添。我哋嗰啲，係啊，原著 fans。係啊，初初係會覺得。咁但係佢變咗唔咁啊，淨係出字幕俾你睇啊。係啊。同埋佢劇情嗰啲，佢一般嗰啲古樂卡係易修復啲嘅。佢甚至因為卡通嗰度咧，佢係有分元素噶嘛。即係你水火不容，你打火唔可打火要用翻水元素嘅嘢咁樣啦。但係佢劇情係冇呢個初初應該冇咯。其後我唔知道我未打到，但係係容易打啲嘅，偏容易打嘅。反而你去挑戰嗰度咧，嗰度就難打啦。嗰度就會難打啲，呢個係冇腦都打得贏嘅，呢個冇腦打得贏嘅劇情純粹係俾我哋 fans 向嘅啫。係啦，呢度一直都係有聲嘅，係啦，就係講佢就係發現呢個古羅書嘅。Auto game 去挑戰淨係齋打嗰個 game 咧。就是用 auto game 是打不贏的，一定要人手打的，所以其實我一直都是用人手打去練的，因為它其實每張卡它是有分去元素那些有加下去的，但是初初劇情那些怪是不需要分元素都打得贏的，是的，所以我就有它有不同功能，有些補血的，有些是盾啊那些。它的貨金位在哪裡？貨金位抽盲盒咯。抽一些小小鷹咯。即是純粹過版不用。小小鷹去六星那些會攞多些錢的。即是放在那裡會不停地收錢的。會攞多些錢的。還有會加成那個戰鬥。還有你打鬥的時候可以選那件衣服來穿咯。OK。是啊。那即是那個貨金不是說必要的。可以唔課嘅，但就係啦，純粹加成嗰啲冇咗，都合理。加成佢個加成佢個錢咯，戰鬥力係要不停咁起嗰個舞台，同埋你要放得多少少鷹落去咯。哦 ，OK， 係啦。哦，即係最後打嗰個都係一樣嘅，同你課唔課，即係從你資源上面等你快啲升。佢個資源唔係淨係喺件衫度 ，OK， 喺幾度？即係你打唔贏，譬如我而家我有3500力啦，咁佢我睇咗我而家卡咗個關係40關，佢話要4000嘅戰鬥力先可以打得贏，咁佢哋就要不停咁抽少少鷹，不停咁買傢俬，同埋起舞台，咁即係佢即係你要課金嘅嘢擺咗三樣嗰度，而唔係淨係抽嗰件衫咯。因為有些 game 係淨係你著咗嗰件，譬如你著咗頭先粉紅色嗰件好撚勁嗰件，就會好加成好多噶嘛。佢唔係佢分咗幾樣嘢，係啊，分咗幾樣嘢。但係嗰幾樣都係即係隨時都得嘅，冇啲乜嘅。你要跟住佢嗰個 folder 咯，即係你要不停咁打啦，你唔可以買死一樣嘢咯。嗯，即係都可以買死，任何時間都可以抽，任何時間都可以起。可以抽嘅，但係你抽淨係抽盲盒。你又不起舞台，你又擺不到上去啊！所以你跟住佢個步驟不停重複 loop 咁樣，都係啊！但係你因為你生嗰個錢要時間啊嘛，我依家出翻去俾你睇，生個錢喺邊度？咁當然係可以去不停咁加朋友去第二度嗰啲人嗰度攞錢啦。咁但係佢攞嘅時間都有限，係佢好多嘢攞嘅，有唔同活動。幾乎上單嚟試，可以單嚟試下嘅你其實佢冇乜點講咧？古樂卡唔使抽，古樂卡係打劇情修復嘅，係啦。佢會 set 曬所有嘢咯，其實你係跟住佢啲指示嚟撳咯。係啊，即係佢完全冇乜自己。決定的地方你都是跟著他的東西按鈕，是啊，但是你打鬥那裡要咯，
我估佢劇情去到後面都要諗嘅，即係你要對嗰張牌都要熟嘅。但係其實你冇睇過佢都會有 description 嘅嘛，即係佢你都會識嘅。但係你要慢慢自己諗出咩牌先咯。我哋睇埋呢個劇情，就係佢成為呢個 captor 英嘅。不過佢冇去呢個第一個第一集一定係做得最好。佢有啲位咧，即係影，譬如姿勢，可能第二啲同學仔講嘢，佢直頭影都冇影佢嗰啲咁樣咯，係啊。絕對無理。私にカードキャプ。打咩啊？カードキャプだ。私普通のショーカードをばらけさせた。嗱呢度係完全係全部都有配音嘅，但係配一半唔配一半實在好嬲。你是沒有 budget， 但是如果呢他直接不找原著，找第二個配曬全部，那你行不行？不行，輕有都會的，我們可能會好一點，因為我們聽廣東話大，可能是不覺得的，是的，即如果你沒有 budget， 但是你都不是找原著配一半，因為配少英國都好像很出名，你寧願找第二個，跟著配曬全部，是的，當然了。系咯，唔知道，我哋就收服呢张 fly 啊！啲 fans 向喎，咁都 fans 向。有冇去抽啊？抽嘢睇下。系抽啊抽啊！我哋打埋佢先。呢个系啊，咁佢隔篱三咧就系逐个 level 呢个位。佢用下面张古罗卡打嘅你。唔系啊，好似 Pokemon Go。唔系初初哦，佢打我屌！佢都有呢啲動畫噶，佢有啲大嗰啲卡咧，即係水火木嗰啲卡咧，全部佢出招都有動畫嘅。Pokemon Go 係啦，我哋用 Windy 打佢啦，係啦，用 Windy 打佢。咁隔離嗰個係 level 嚟嘅，局體嘅。啊唔係，都可以跳嘅，可以跳嘅。我 show 俾大家睇嘅，係啦。咁就初初打就咁樣掟出去就係啦，未 Pokemon 掉精靈球咁啊！而家係啦，佢連收服呢個都有嗰個動畫嘅。是的，每一關都有的。他知道好像很蠢一樣。做得好啊，小英。不凡是我找的卡卡卡。所以說我就本身要做。又來配音玩。是的，那就是這個就是劇情啦。那我好像打到十幾。來。是的。跟住呢啲相又可以，佢有埋个图库俾你咯，全部呢啲系啦，呢个剧情咁就有呢啲嘢攞，有啲抽奖券啊嗰啲咁样，即系开盲盒嗰啲。我头先讲个收钱咧，就出边呢度呢啲钱啦。咁你越摆得多咧，就会越多钱咯。系啊，佢每一只都帮你收紧钱咯喺度。咁如果你唔，佢就但系你起嘢咧，全部起嘢。譬如佢呢度通关咗，一个个叫你玩生活日记，你可以随时起嘅。咁但系我哋通常都会跟翻去个。佢個指示去做咯。咁我頭先講嗰個好玩咧，就係呢個小劇場啦。但我唔知點解佢話五小時後會關閉咯，唔知佢之後會唔會再開。佢嗰啲係咪嗰啲限時嗰啲咯？所以我唔知佢，因為佢有其他嘅，譬如有小遊戲嗰啲咧，但係勁撚無聊嗰啲打地鼠嗰啲咧。咁我哋玩淨係中意打即係打呢啲收復卡嘅啫嘛。咁呢關就係我卡關嗰個咯，我哋可以打一次睇下。就會死，跟住每張卡又唔同咯。譬如 illusion 呢啲咧，就係、是會增加我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加血嘅 ，flower 係加血嘅，增加我嗰個攻擊力啊，會 double 咯。咁佢卡有分群體同單體攻擊嘅，係啊。咁因為同埋每一隻古羅卡咧都有唔同嘅打法嘅。譬如我之前打 water 就唔可以用翻水元素去打佢啦，同埋要打中間嗰只先嘅。但係呢只咧歌類咧。他就不可以打歌女先的，因為歌女本身沒有攻擊力的，那他就打旁邊那兩隻怪先，還有很冷屈機的，屌他加血的，仆街，他唱歌就加血，就加他的隊友的血，那有盾啦，還有中間這張小狼卡呢是最特別的，就是我都忘記怎麼拿，你玩玩一下就會拿到的了，他張小狼卡就是好像科金，好像科百文。我記得好似科百萬，咁就佢全部卡咧就會 renew 咯，就可以即刻再用翻咯。咁小狼都有動畫嘅，係，但小狼就冇咗個聲啦，全部可以即刻用啦。係啦，咁佢譬如 Wood 呢啲佢都有
動畫出嚟。咁呢個就係大家都打，就中意打呢、這個。我35关打 water 嗰阵时打咗成粒钟，打咗成粒钟，跟住哎嬲嬲地我出去买家私，跟住狂买家私，跟住我买咗71个家私，我先可以打得赢嗰只嘢咯。咁你放咗几多金啊？前头诶冇啊，16蚊嘅。哦，系啊，跟住不停系咁做其他嘢，跟住去搵钱去买家私咯，跟住又抽嘢啊，即系要起舞台啊，跟加自己攻击力咯。如果唔係打成個鐘打唔入，會唔會係你即係其實技巧問題咋？即係有冇啲乜嘢？即係有㗎，啲牌點樣出先都有嘅。你會諗得唔夠仔細，所以仲摸索緊，仲摸索緊。因為個個唔同嘅上網睇唔同嘅，因為我自己咧本身即係有編隊啦。你本身係咁可以換衫啦，但係你換呢啲衫咧就冇分別嘅，對於個攻擊力。只不过是斋靓嘅，但系你呢度就可以揀你牌，即系你打剧情修复嘅牌，你就可以用了、系啦，因为、我自己就中意用咗掉咗 illusion 先嘅，跟住再、打一啲集体攻击嘅，咁你咪三只都打晒就会 double 咯。我自己就惯性咁样，跟住譬如佢、我另外嗰五只牌咧，佢开始捞紧 reload 紧嘅时候，我就会攞盾嚟出嚟挡一挡啲嘢咯。我自己就咁样打咯。咁但系咧，佢。衰就衰在佢 random 咯，因為有時譬如針牌呢只咧，佢係加你嗰個升嗰個 level， 即係隔離佢會不停咁一二三四五一至十 level 嘅。譬如有啲牌係三 level 先可以用得噶嘛，咁佢就呢個就會加快你個嗰個 level 嗰個升個速度。咁所以我就會掉咗呢啲牌出去先咯。但係大家用嘅都唔同，有啲人中意用 time 啊，有啲人中意用。用silent 啊，咁我自己中意用 illusion 咯，就呢啲就自己喜好啫，系啊，所以但系最紧要都系升呢个战斗力咯。嗱，见到我3000，哦冇3500添，我得3000攻击力，所以我40level系打唔入嘅，系打唔入嘅，所以我哋就要做其他嘢啦。所以就要继续起舞台啊。系啊，跟住咧，佢而家就系嗌你做啦，做呢个生活日记咯。跟住生活日记是劲无聊的任务嚟噶，跟住呢啲剧情咧就系、是完全系佢唔系跟咩嘅，但系嗰啲食饭啊、煮嘢食啊嗰啲，但系有问题答嘅，有时又有问题答嘅，系啦。跟住咧呢啲就系剧情啦。咁我通常呢啲剧情我就会飞嘅，因为纯粹系攞嘢啫嘛。佢呢个生活日记系老实讲系比较无聊嘅。跟住呢个就系换装啦，就系着衫啦。跟住你就要跟佢嗰个华丽同埋梦幻。跟住，譬如你抽到呢啲五星嘅衫、六星嘅衫咧，一件已经三星噶啦，就已经过关噶啦。系啊，但系佢一个日记会有两个换装游戏，所以哎呀，揿错仔添。系啦，所以就不停咁 reload 咗喺呢啲咁嘅东西度咯。咁我哋快速过埋佢先。啊，呢个就系日记就系打呢啲流罗咯。啊，都唔系流罗嚟噶喎 ，power 嚟噶喎，呢只针嚟噶。我哋 fans 会用古罗卡打怪，你会好开心咯。你净系嗰个 moment 咯。系啊，同埋抽嘢嘅 moment 咯，抽嘢嘅 moment 咯。你净系会嗱，如果打呢个，我哋如果咁样日记过未过咧，我系去唔到下一个 step 俾大家 show 俾大家睇嘅。系咯，所以我哋睇下打唔打得晒，因为我够打。跟住用小浪就会已撩晒啦，跟住掉翻，我哋快速，哇去打啊！呢只系 power 定 jump 嚟噶 ？power 嚟噶 ，power 会嚟噶。我哋出去抽嘢啦！嗱，跟住佢就喺度捞啦，劲嬲啦！跟住仲要限时喎，所以我之前系争一滴打唔赢30level咧，就系因为唔够时间咯，因为我要喺度等啊嘛。你等佢 reboot 嗰啲卡啊，系啊，所以张小狼卡系好捻紧要嘅。跟住你等嘅时候就开个盾，喂，快死啊喂！死了，终于系啦，就攞嘢咯。
跟住又換裝啦，你見唔見到啊？我哋重點出抽嘢啦，我哋係啊，其實佢有好多地方都有得攞券嘅，譬如呢兩個咧，我都推薦買嘅，係啦，呢兩個。呢兩個抵買嘅，因為嗰啲漏斗咧，你用完咧，你用錢買完，用完之後收得多錢啲嘅會。跟住有呢啲啦，譬如，但我應該會買呢個轉頭，可以儲錢買呢個，係啦。跟住就攞錢啦，呢啲就同埋係啦。我今日嘅目標咧就係呢只啦。咁佢就話20抽必出六星啦。咁我而家好似得兩張券啫，咁我就唯有去買嘢啦。咁咧我就推薦呢個嘅。10年抽呢個嘅，因為我本身佢會送咗張，睇先，送咗張代金券啊，咁就會減10蚊咯，即係24蚊就有10抽咯。但唔係我哋20抽喎，老友，我哋試下10抽抽唔抽到先。我哋試下10抽抽唔抽到先。咁一隻小小鷹賺到幾多錢㗎？你要升呢咯。其實如果你抽到重複那些咧，跟住佢就會化成碎片啦。咁有啲你就咁俾錢就可以升咧，升做圈例款，咁佢就會有動作。咁但即係個小小鷹會有動作。咁但係如果有啲要碎片加埋錢咯，咁你就要不停咁抽咯。但係你唔係話小小鷹係幫你賺錢嘅咩？係啊，呢度賺錢啊。咁佢賺幾多錢㗎？但你呢度就可以升咧咯。小小鷹賺到幾多錢啊？佢有寫㗎。嗱呢個咧，譬如呢只咧就9000幾一秒咯，9000幾蚊一秒，你唔好以為好多啊！你睇下佢起啲嘢，全部升級都要唔知幾多 K 噶，有啲 million 添噶，佢通脹好撚勁噶，黐撚線噶。嗱，譬如呢啲就要科夠幾多金先有咯，係啦，前往獲取就限時，呢個限時活動未出，有啲咧係真係要科咗金先有噶，之前見到係啦，就咁樣。咁樣咯，跟住譬如呢啲，我可以示範一次。四條輪，你要唔要賭啊？賭咩啊？賭我抽唔抽到啊？十抽就上中啊！佢話20抽必出咧。喂，抽嘢抽嘢，我哋未試過過落抽嘢。係佢合成都有嘅，可以合成啲，但係合成嗰啲三，即係三星合4星，4星合5星嗰啲咯。抽啊！抽啊嘛！佢好得意嘅。要抽咩啊？要抽呢只。Exactly 呢只系啦，咁佢有其他嘅呢只我有啦，呢只系一定要抽呢只先有用啊？唔系，我想要啊，唔系有用啊，系想要啊，彤彤你明唔明啊？唔系啊，但系你个任务唔系要抽到嘢嘅咩？任务冇叫你抽嘢嘅，哦，OK， 纯粹系我哋想要啫，即系等于我见到个 figure， 佢只不过系一个虚拟 figure， 哦，OK， 但系呢个抽完系咪真系摆落个台度收钱？呢個係咪嗰只？係啊，你可以擺喺個台度靚啲咯。佢好得意嘅，佢抽個盲盒咧可以自己畫嘅。咁我簽個名落去先。EQ， 我咪撳10抽啊，頭先。係啊，冇金光喎。屌！得一隻新嘅，其他舊嘅，全部有嘅。嗱，而家10抽必出六星啦！死人5條撚，嬲啊！咁佢得一個啫，因為而家3折。咁我咧，唉，有我抽啊！真係傾家蕩產啊！呢個係入邊個錢啫嘛，唔係定係放？我頭先放咗24蚊。哦，係啦，而家咧，如果要再抽嘅話咧。你睇下有冇嘢攞先，因為屌冇券俾我有鬼用啊！嗱，頭先就係儲值翻嚟啦，咁就有呢張小狼卡攞啦，係啦，咁佢唔同儲值都有唔同嘢攞嘅，係啦，好嬲啊，8蚊唔夠我玩啊，早知道啦咁樣。是啊，他們彤彤不明白這個抽東西的樂趣，是會上癮的抽東西。下次啊，下次再有東西抽，應該有啊，有Kia卡那套白色那套呢，經常看到那套呢，好像下一轉會出了。
所以我可以再上集文抽嘢。系，诶，嚟啦嚟啦嚟啦，又抽啦，呢个系必中噶咯，系咪啊？怄气满满啊！唔一定系中你嗰只，系咪啊？咁佢唔会有第二只绿星咁扑街系嘛？其实有嘅，好似有五星嗰啲咯。哦，但系话必中即系一定有咯，系咪啊？轻机喎佢。哎哎，有啦有啦有啦！耶！有啦，呢编号9002喎。哎呀，你一早咁廿抽咪有，人哋话咗俾你听廿抽必有。咁我都会用噶嘛。嗯，因为而家咪啲券我都会用噶，哇，好靓啊！十抽咯，你睇好靓啊！佢会送埋呢啲相咯。嗯，系啊，唔关事，因为佢你唔买佢会 renew 噶嘛都，因为佢限系限一个嘅啫嘛，我哋出去睇先。跟住其他呢啲全部有啦。系啦，咁我嗰十张就应该会留翻下次去出新嗰个时候。呢啲有限噶嘛，限购一次噶嘛。嗯。系啊，我限购一次，其实我点样都要买噶啦，两样。只不过系啦，咁同埋我有一样嘢系几 appreciate 嘅，佢譬如我头先睇，哎，换新嘢，我哋新嗰件衫喺边呢？咦？喺度。系啦，佢就系升级呢啲圈例款咧，佢就会变咗。揸嘢啊，同埋會咁靚咯。嗯，咁你就要儲，不停咁儲呢啲碎片去升級啦。擺佢落台啊！擺佢落台啊！我去翻個靚啲嘅台。唔係咁玩嘅咩？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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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跟住落翻錢先，收咗青蛙先。係啦，跟住擺咗佢喺度咯。咁如果你譬如好似上面嗰啲坐車車嗰啲咧，你升級咗圈禮款就會咁靚咯。如果唔係，佢就咁樣棟篤企咯。同埋會收多啲錢，你見到佢呢度寫住綠星。咁啊，企邊個位有冇分別㗎？收啲錢係冇㗎，冇㗎，冇㗎。哦，你自己中意點擺就點擺，所以我就係咁 keep 呢個圖上 Facebook 就係咁樣啦。咁同埋佢有個咧好靚嘅玩法嘅，佢有 AR 影相嘅，所以咧我抽咗就盡量影多啲相啦，真係唔知佢幾時會玩撚完。係啦，佢就係 AR 嘅，嘿，幾得意喎！咁太大個啦喎，你咪攞厚啲，攞厚啲就得啦。我可以同初八合照。初八咧，初八咧。初八咧。呢個係幾好玩噶，佢連嗰個屋企入邊個家私咧都可以玩。初八。重出得唔得噶？但係。你嘢擺佢喺邊邊？我擺我陣。得。再個。再個。俾翻佢啦！搞掂。搞事，搞掂，系啊！佢另外咧，佢保存性還到嘛？做婚咧，還到，陣間影啦，陣間影啦，陣間影啦，係啊，可以再影下。係啊，佢呢個娃娃屋都可以噶，即係如果你擺得靚靚咧，你想再還咧，誒，咁佢就成間屋就顯示曬出嚟咯，成間屋顯示曬。哇！但係有啲難喎，成間屋佢。係啊，我一陣間會出去出邊睇下可唔可以成間屋。如果唔係屋企應該冇咁大，所以我淨係可以將一隻放喺張台上面咯。屋企嘅話得一隻綠星啊，我有幾多咧？而家暫時綠星呢只係咪咧？我都唔記得佢幾多星。係啊，好似係呢只。係啦，同埋誒呢只愛麗絲係啦，而家愛麗絲同呢只綠星咯，而家我就。是啊，下次我見到他的人叫我們留一些券，就是因為他會出白色那隻，這隻是啊，下一轉就會出這隻，然後 Elsa 這隻是啊，那就是是咯，就是雖然是沒有腦的，但是問題是焗粉絲科金咯，是啊，沒辦法，那我們只不過是擁有一個實體的 figure， 還是一個虛擬的 figure， 但是他 AR 這個我就真的覺得挺開心的，即我可以帶著小英出街啊，去哪裡他是虛擬的初八我可以帶著小英周圍去，是這個挺好的，但是我會想他多些譬如小劇場這些玩，是因為其實
對於我哋嚟講，除咗抽盲盒之外，即係我明你要營運要錢，咁但係我哋 fans 都會想用古樂卡打多啲嘅，係啦。咁佢通常佢好似中二病，我成日成意思。我中二病，對唔住啊，都唔係嘅。咁只不過一個元素啫，即係你打怪。修復呢啲咁嘅嘢都係好多 game 都有噶啦，只不過佢用咗古樂卡個元素咁解啫嘛。係啊，咁我哋期待下佢之後會點啦。但係希望佢唔係割韭菜啦，因為我見微博啲人屌得好勁嘅。係啊，即係話你冇露 game， 跟住淨係喺度逼你抽盒，又唔係逼嘅，即係你會想要，跟住係。咁你點啫？唔係你真係即係。佢割一，咁你好過淨係換衫嘅，我覺得。嗯，即係你睇呢啲 game， 你會覺得佢淨係換衫咁樣，我真係會屌噶大佬！你起碼都有啲嘢俾我打咯，係啊。咁佢劇情就係 fans 向啦，係啊。咁但係我覺得還好嘅，係打劇場打劇場嗰、那個係咪劇場啊？嗰、那個小劇場係啦，係會上癮嘅，係啊。咁但係我覺得我收貨嘅，收貨嘅。雖然我本身都冇乜期望。即係你你 fulfill 到佢係唔會有嗰啲好特別嘅東西噶嘛？佢一定係都係圍繞住收復古樂卡噶嘛，所以我就冇好特別期望，佢唔好令我失望就得噶啦。係啊，佢啲畫啊、嗰啲公仔啊，全部做得好靚，所以我係接受到嘅。係啊，佢係接受到嘅。佢起碼即係我肯貨金先咯。玩開心係啊係啊係開心嘅，係某啲咯日記嗰邊同埋呢啲雜式去旅行嗰啲會比較悶咯。佢呢啲咧你一雜咧佢，但係你又要攞嘢冇辦法㗎，你焗住雜㗎。跟住我望撚住啲色喺度跳落，佢雖然有自動雜嘅，咁但係就戇鳩鳩咁就要你係咁雜咯。即係佢呢啲位可能有啲跳過嗰啲我就 OK 噶。吊鏡通常都啱，哦，佢就係話似係割韭菜咯，即係割你一波之後，跟住就話個版權會過咗之後就刪 game， 因為佢哋話小科係啊係啊，咁一百幾十冇所謂啦咁樣，咁你叫我可能。788咧，我都諗咗一諗嘅嗰陣，諗咗一諗嘅，因為我科金係一科就科788嘅，即係我唔會8蚊8蚊咁樣科，因為788蚊通常最抵嘅嘛，嗰啲禮品包，我係我科就科788嘅啦，我都望一望啊，算啦，七嚿水打只 game 真係，我另外只 game 應該，除非好好玩，嗯，但係你話佢可以睇定啲先咯，我覺得，即係如果佢真係 long lasting 嘅，玩得耐嘅。咪科下冇所謂咯，咁你呢啲貪新鮮嘅啫，就算我譬如攞到頭先嗰只嘢，我可能影完相我又放埋一邊噶啦，同我屋企只 figure 冇分別嘅其實，係啊，咁但係收貨啊收嘅收嘅，係啊，佢啲劇情嗰啲動畫我都收貨嘅，係啊係啊，佢係好佢係靚咗嘅以前嗰種卡通風咯，現場貨係啊。現場貨你貨1000蚊貨金俾我現場貨，多謝四條撚。如果你用1000蚊貨金贖翻你條撚，唉、哎，收貨收貨嘅，但係有啲係有啲位悶嘅，即係日記嗰啲位悶，但係你跳唔到歌嘛。佢係喂我宅色仔，我悶。我咪唔摘咯，唔攞咯。咁但系日記我跳過唔到噶嘛，佢係劇情嚟噶嘛。佢一定要你過咗呢關先可以打下一個劇情。咁所以就呢啲位會悶啲咯。咁但係冇辦法 ，OK 嘅。佢係啊，不停咁叫你換裝咯。咁佢每一次個題目都要仲要一樣咯。係有啲人點解過唔到咧？你抽下抽下就過到噶啦。即係抽啲五星六星嘅衫咧，譬如佢第一張嘅日記咧，好多人問第二張嘅日記點解換極都係兩星，咁其實你去又可以去翻轉頭打咯，即係你係抽到咁上下，翻轉頭你就會過到噶啦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、啊。OK 嘅，我覺得接受嘅，我都會玩嘅，係啦。即係可以刷任務嘅，如你有啲即係刷任務做嘢。拆任務做嘢有嘅，有啲譬如出行嗰啲咧，就可以揾埋其他人一齊，又要等半個鐘一個鐘嗰啲咧，呢啲啊，嗯，係啊，有出行，跟住都係攞嘢，全部都係攞嘢咯，全部都攞嘢。譬如偶遇呢啲咧，就係、是偶遇佢有劇情，跟住答問題，跟住咧
就可以升翻呢啲啦。咁如果小狼姿勢雪兔嗰啲點樣升咧，就喺呢度升咯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你想要雪兔咧，係要課金嘅。因为我开通了 VIP 啦，跟住同埋头一个月的首科同埋 VIP 啊，跟住咧你见到啦，购买一次咧就送呢个小狼嘅，咁只小狼就系着嗰个绿色袍啦，咁你要买两次先会买到雪兔啦，你要买多个月先可以买到雪兔啦，跟住第三次咧先系送哥哥陶瓷嘅，跟住第四次就送翻姿势，但我唔知道姿势喺边度嚟，我有姿势嘅，但系。我都唔記得咗喺邊度嚟。總之你如果雪兔就要科完$8之後再科35咯。但唔使抽嘅。唔使抽嘅送嘅，但係三換三嗰啲就要去翻頭先嗰度升啦。咦？我哋直落主場繼續玩。繼續打啊嘛！冇嘢冇嘢睇噶，你睇我起舞台咩，大佬？佢即係不停咁叫你咁樣起舞台嘅咋。係啊，係啲劇情嗰啲，我哋可以重温啲劇情咯。咁但係你重温劇情，如果係冇聲嘅話，總之就佢冇聲嘅話，你重温係你去睇睇卡通啦，不如。只不過佢係有個位俾你打啫嘛，你自己打而唔係小英打啫嘛。隨身帶住個小英。係啊係啊，嗰個 AR 嗰個好玩，係好玩。AR 嗰個係好 Q， 頭先見到可以拍片，係咪除咗影相可以拍片？我就頭先就係諗緊播片定係即場拍咧，跟住彤彤即刻，咦望下小英嚟喎，喺度睇緊，係啦就係咁啦。咁大家$8我覺得可以科下嘅，$8、$16咁樣咯，係啊，熟啦，$8、$8咁樣玩下咯，我覺得$8 OK 嘅，但係小心咯，因為通常都係$8開始嘅。所有嘢都是由那$8开始的，是的，就是这样，好彩没失望，开心的，是的，我大家留意一下我 Facebook 啦，我应该会狂 po 的啦。好啦，我们读多次课金先，是的，节目支持课金总额$350的，彤彤有$100，EQ 有$250，彤彤有$100，今日煮得熟鸡髀肉，嫁得哈哈，感谢。以前$250今天煮得熟鹹魚白菜啊，嫁得哈哈耶，感謝貨金，感謝雪兔有個好靚嘅，要科到好多錢先有咯，科到五厘定六厘，佢有啲就係要科到一定數先有咯，譬如呢個咯，佢係好靚嘅，係咪雪兔呢個係卡嚟㗎？跟住有個小英係要科到呢個小英嘅話咧，呢只小英嘅話要科到唔知幾錢先有。你睇佢呢啲係靚嘢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我唔會科咁買輪，係啊，我都買小英啦，你買翻條輪都正常啫。好啦。今天我們感謝大家收聽收聽啦，感謝大家課金支持啦，那我們出埋 room 啦，聽埋歌，那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，播咗第一次嚟啦，打幾隻？第一次約會，你還記得嗎？潮汐夜為我奏起的吉他，曾在意你所有的荒謬，懷疑你到底有幾多個他。比起不說話，別離更可怕。就算沒有鑽戒，也不。送花，这首歌可唱一世吗？情话中可兑现吗？无需要保证与惊奇，无需要太多道理，只要我仍和你一起。如果你想送我。
话，别离更可怕。就算没有钻戒，也不懂送花。这首歌可唱一世吗？情爱中可兑现吗？无需要保证与坚持，无需要太多道理，只要我仍和你一起。如果你想送我惊喜，给我一架纸飞机，抱着我游世界。世界